在横店看到了圆明园和谷嘉诚。当日谷嘉诚身穿古装戏服现身片场拍戏，一头银灰色头发很是亮眼。他和工作人员边聊边溜达到门口，随后抽着烟等待拍摄。没一会儿，圆明园身穿黑色毛领棉服抵达，跟工作人员说着话候场。拍摄结束后，圆明园穿着戏服揣着暖手宝和谷嘉诚一起走出，两人一路边走边聊，看起来关系很不错。